件是微刷毛，而且是超短刷毛之外呢，它的重量你自己去官网上看一下，非常的轻。来，我折起来给你看它整件的厚薄度，来，你看一下它的分量。这个里面有刷毛，这个里面有刷毛，它有刷毛，可是它的刷毛量是这样。好，大家就知道这一块新颖的布料非常的厉害了。首先呢，下摆它是做这样子缩的，完全没有那种很紧的束缚感。有些人喜欢这样子有造型的，有些人喜欢这样箍上去的，哎，好像有一点就是短上衣的感觉，腿看起来比较长。好，然后手的位置呢，将将好，我全放。还是看得到指甲，不会过长。再来呢，手一样，给你一个小卷边的造型哦，很可爱。这样子啊，这个装扮就是我很常早上送我女儿去上学，穿个大学 T， 不会到太热太冷，然后再加一个能够保暖的背心，不仅有造型，然后我觉得又不会到太热。这个啊，它像红豆色，又有点像粉红色，又有点像紫色，我觉得很适合女人家。因为呢，我觉得这个颜色，不论你是要搭配牛仔外套、黑色的裤子、蓝色的裤子、米色的裤子、格纹裤，我觉得都很简单搭配，很好看。蓝色呢，它是有点牛蓝雾蓝的感觉，穿起来特别特别的显白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啊，穿牛仔裤极好看，因为腿会很修长了。我觉得我们家的米星这次真的很好看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如果五个颜色你要买两件的话，第一个要先参考米星色，是非常漂亮的颜色。